十一。不肯说话。让娘好好看看你，真像你去西周之前的样子。周深臣起兵反叛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娘，不可能。你想听我把话说完，就必须冷静。在行宫，殿下起了反叛之心，幸被崔世忠识破奸计，周生辰被俘，陛下赐了他剔骨之刑，行刑三个时辰，他无一声哀嚎，至死不悔，剔骨之心吗？十一，剔骨之心。十一，你哭出来，娘知道你受不了。娘在这儿，你哭出声来，十一，十一，十一。